这里好美啊。这是哪儿啊？我给这儿起名叫天之涯，是我小时候无意发现的。那个时候我就喜欢遇见到处看看。天之涯，这名字真好听。这是一处上古遗迹，推算起来比君武一族创立的时间还要久，但具体是何时已经无从得知了。这么久啊？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来这里修炼，看看风景。你是除了我之外唯一一个来过这里的人。所以你带我来？没剩几天了，你想要赢左青鸾的话，以你现在的修为根本就不够。是我当然知道。所以只能靠招数取胜，君武一族属金，论剑法无人能敌。这是君武一族密不外传的剑法，它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力量，而在于步伐。如果你学会了这个，应当还有机会与左青鸾一搏。该你了。什么就该我了？你才演示了一遍，那么复杂。我不会。为了朝歌，也为了你，我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试。